的吸烟啊，不是人事，是有定单侍奉老王，老王龙意今天不保九族争得皇帝圣旨，我与当今万岁明示君臣，暗示周族的一番，太后老佛爷十分的痛爱，向大家认为一次命令干天下，封杀九千岁之事。
喊叫的，有一民女检院。怎么了？有个民女检院。后上你先对，有个民女检院。什么？有个民女检院吗？那儿冤不了，单跑这儿冤来。有什么事呢？杀了他。哎，杀了他。听旨。怎么能够杀人呢？不可说的事呢。谁的主意？奴才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去，小男女子身旁有撞不撞他？小伟子，有。搜索女子身旁有撞不撞？好。有撞。怎么着？有状子？嘿嘿，这是成心是打官司。先对，有状子，有状子。啊，孩儿啊，孩儿啊，你的差事来了。奴才什么差事？去，跪在三尺以下，高声的朗诵，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念得太可佛也。去打。不了，单跑这儿冤来。你有什么了？你说吧。这你倒是写清楚点啊！这是什么呀？这是宴客。啊，去，去啊，去！嗨嗨嗨嗨，别去了，再去就得躺下了。他不是这头一个字儿念去，我知道，往下念。人民与宋氏小交委都含冤屈呀。这不结了，往下念。三，七，民女年仅16岁，即梅武县人士，生原宋国师之女，不幸母亲早逝，遵其父命，许配世袭指挥傅鹏为妻，柳立成尚未和亲，是夫傅鹏兼兵负忧，故未出任为官。自清明佳节，上坟祭扫，祭扫而归。打从孙家庄孙寡妇门前经过，无意失落玉镯一只，被孙玉交拾去。是由刘媒婆打此经过，暗中窥见。傅鹏走后，刘媒婆用言语喝诈玉雕，骗去绣鞋一只，回得家去，父与以子屠夫刘彪自大街之上寻见傅鹏，欲行讹诈。经地保刘公道等劝散，十夜间孙家庄孙寡妇家中刀伤二命。次日清晨，地方呈报，县主检验男尸有头，女尸无头。县主在尸旁见玉箫万代玉镯一只，究问情由，玉箫供认即是得傅鹏之物。县主凭此玉镯即将是夫傅鹏所案，当堂用严刑苦靠。是夫傅鹏乃奚落书生，怎经飞行？可怜屈打成招，家境在先。小民女闻知此事的确，这才扑过前来跪叩天祖爷台前。天祖爷坐身准状，就说奔县之草木村村，明里等接草生活，赶紧天祖爷一万一故才哀上告。哎哎，上告吧。哎呦，姑奶奶，你倒是少写点啊。
为你呀、啊，你会把他给念下来了。就说是这女孩才多大、啊？嗯，剩下蛋儿也就几十年吧。还没有，有我还吃呢。躲开我！这儿啊，不厚请看。关进大佛宝殿，太后老佛爷要亲自问话呢。哎，掌柜的，有两个女子唤醒，带进大佛宝殿，太后老佛爷要亲自问话。好好，有女子进来。
叫的？天子爷虎威。什么？天子爷虎威？出了京来不要就狗屎的。再说太后老夫也宝座离得近，要是进了家是你们担呐、啊，孩儿啊孩儿啊，还是咱家的我担呐、啊？有人担待不起、哦。你们也知道担待不起，还不给我下去？哼，说你呢？要我说你们什么呀？猴崽子！
他齐家呀，齐家呀。大家为何
宽哪颗葱，这里哪有葱啊，下面可带下叫它凉快凉快。对了，带下来您凉快凉快吧。说好的吧。
三天两地干的
现在几点了？13:01了。那我看我这儿还有这东西，还是太和老佛爷的。入了行宫了。啊，叫停啊！Thank you.
子午。是。太有庙。有庙。参见太爷。你可曾在大殿之上摸打斧头？大战时局，何大时局？有六公道，见过全了。太有公道。有公道。哎，太爷来了，太爷来了。这怎么说话呢？这伺候太爷。刘表在大寨之上摸扎斧头，可是你下一步传来？这不就太爷的话？这个叫我大家是真的，这全家也是真的，他们摸扎也是真的，健健壮壮都是真的。哎，刘表，刘表，参见太爷。孙家庄何爷之间，一道连上而已。定是你这奴才所做的了。小人只会杀一场牛羊，不懂得什么叫杀人。他不招上尊。慢来慢来，有招有招。这小人那日杀一场牛羊回来，打从孙寡妇门前经过，只见他的房门半掩半开，这小人吓一身而惊，狂心床上就男女一呼声，叫人之学是那孙玉娇一斧头在那里勾结，是叫人手持杀牛的钢刀，我就杀他。孙婆呀，一刀杀了两国，叫人乃是土方，下次不敢了。再上吧，一道脸上而命换哥是孤犯，我来问你，男是有头，女是无头，你将人头丢往哪里去了？六公道山川不公，是我
熊儿烧烤了。宋杏儿，哎呀呀，本县我的对头到了。
什么呢？骑马呀。这是太爷的马。我没骑呢。你那骑呀、啊、还没沾尾巴呢。好，我等着等着。Thank you.
走走啊，走不走了，走都送你，我打死俺俺也不走了。有请太爷。
没有限，三天两人犯都要带齐。今儿个三天了，该投文来了，还在这儿伺候呢。你啥子呀？奉了太爷命前来投公文。那唐氏公公哎倒得多留神。哎呀还不来呀。唱两句。一直入深山一云峰照相清本来是夫妻饮酒沾染一些胡言乱语西北宣天的风来云起乌云滚滚河过去了，干什么的呀？投文的。投文的啊，拿过来啊。不错，外上打灯了，照旧。爷您，您忘都带齐了，带齐了。一领不短，一领不短，真有能耐啊！天子爷早就问下来了，就是我在旁边拿好话给您折说着。哦，多谢公公。那哪个不是交朋友是不是？多谢公公。您那案子都带齐了，一领不短，一领不短。天子爷早就问下来了。就是我在旁边拿好话给您折说的，哎，这没什么，哪个不是交朋友啊？哎，现在您这文就这么头发吗？不是这样的头发，还是怎样的头发呢？啊，要怎样的头发？那是得问你呢。嘿嘿，你也不想想。你为什么？我为什么？你为升官换纱帽，我为你跑上跑下，好换一双靴子，好几两银子得自己花钱买。我哪花的？那你给我装糊涂！哎呀，这有的什么干什么？那个。这里面的兑换票呢，可坏。
个他给我装糊涂，哎，怎么干什么呢？阿公公，我跟您闹着玩呢，您怎么动起真格的来了？您呢？干我心心。哎呀，您这么一说呀，那我倒得摔起来。哎，就您来这时候啊，完了。不晚不晚，今天还没起呢，您上我小榻榻坐会儿。甭客气，来人呐！哎，给先爷打铃子。是啊，切茶倒西瓜。是啊，他不花呀，我让他花，他就得花。有请先爷。
家久居宫中，没有审理过民事案件，少是有那不道之处，你可提醒着点儿。咱们这也是一台的戏呀。对了，不是耍错偶呢。躲开我！这头一案带谁？带刘兵。来了，刘兵。小子也是唱大花脸的呀，躲开我这儿吧。有什么说的？阿云，半夜三更醉不归宿，住了吧。半夜三更睡不着，你就该起来坐着。谁让你拿刀满世界杀人去了？连坐好了。没那么糟的脖子呀。哎，我说县太刘彪，一刀临上二命，当问他什么罪儿？一刀临上二命，暗雷临时天罪开恩，就赏他个斩罪吧。哦，斩罪甭说呀，拿刀把他脑袋给切下来。我来给他切下来。看一个年轻轻的小伙子杀俩人不得？那我，那您打算怎么着呢？我跟爹跟爹，跟爹跟爹。哎呀，来他拉去，用那修脚刀一刀一刀把他给我修喽！哎呀呀呀，好啊！刘兵到当面当堂有刑。你啊，儿啊，有什么说的？还是吃饺子。我来碗面吧。怕那官司当乡里，哎，不用说，乡约就是地保啊。所以这么说，有这么大的事情，他从中这么一调解，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是不是这么个人？他是个好人。对，他俺是好人呐、啊，好人。哎呀，好人就这长相。可也得，这好人不论长相。啊，是啊，你总得向着他呀。怎么了？都是干这个的。您真好，快点说吧啊。说你的。不行了。
满世界辱骂，这幸亏是女的，这要是硬面的呢？要是硬面的，我就给他吃了。对，堂口伺候的，哎，行啊，睡觉。都没了，那你就起来吧。哎，对。
了，起来吧。哎，怎么着您呢？你说他没对，哎，他就没对了吗？哎呦，少林有罪哟、啊！混刀精，你给我起来吧。哎，起来，起来，起来。哎，来，起来。啊，没对可不行，我要不行了，我得罚他这穷官。我罚他买办呢，好，我给您阎王离开文房。命他去吃三七仙丹土，不正不对。纹银二千两，去往苏杭，与孙从二女办两份嫁妆，办好了，哎，咱们爷们不难呗。对了，要给你升官换山帽呢。哎，啊，大家的心事。您怎么都知道、哎、您这是什么话呀，我跟您这么多年了，您心里怎么想的我还不知道。锦佩锦佩来来来来来来来锦佩、哎、跪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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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锦佩说吧。锦佩，你这点运动费可没花到空地儿来。在哪儿您这是？哎，我说棍儿啊，路过凤翔土庄，咱们知府赶出